In one of the tenses, I singing an impossible song of desire that you cannot hear.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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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ee? I close my eyes and imagine the dark hills I would have to cross to reach you. For I am in love with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ry， 欢迎来到今天的 NFTalks。今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第一次尝试了，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 Lolita 风。然后也特别感谢今天的服装提供品牌 Soufflesong。说到 Lolita， 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印象一定都是导演 Adrian Lyne 在1997年执导的那一部非常有名的禁忌之恋电影 Lolita。那这部电影呢，它也是根据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1955年发表的同名小说 Lolita 而翻拍成的。And these are my lilies. I love Lily. Lily's a nice name, don't you think? Beautiful.不过我们今天聊到的洛丽塔时尚风其实跟这部电影和小说都没有关系。洛丽塔风的兴起最早是发源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了欧洲宫廷风的影响，在日本陆续出现了很多类似于洛丽塔风格的店铺，而这种风格后期在日本的许多动漫作品中也慢慢的发酵起来。而洛风的灵感其实是来源于蓬巴杜夫人和玛丽皇后时期的洛可可裙，拿破仑时期的地震裙，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蛋糕裙。由此呢，洛风也慢慢演变出了三个大的派系，分别是古典派、甜美派以及哥特派。我相信大家今天看到了我的裙子一定都能猜得出来，这种就是哥特派。那其实说到哥特风呢，大家可以从这一条裙子上就看到很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元素，像是古典的油画人物，然后教堂风格的这种彩色玻璃，以及就是特别宫廷感的，像是我这样的头饰、珍珠以及黑色蕾丝的手套，它比较偏向于是暗黑风格。那再过一个星期呢，万圣节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自己的万圣节的装扮。据悉呢 ，Soufflesong 也会在万圣节期间推出自己的最新洛丽塔风格的盲盒 NFT 作品。我相信大家可能对洛丽塔风都有比较刻板的印象，会贴上类似于幼稚啊、很夸张啊、很爱表现或者是不明所以这样一类不太好的标签。那其实之前我对洛丽塔风格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吧，但通过今天的这一期学习以及如何穿上一整件洛丽塔的风格的衣服，就是当你在特别认真的对待一件事情，比如说穿衣，你要去穿上它，戴上头饰，配套的手套，配套的妆容，所有的这些都是你对于一种爱好、一种文化的尊敬，这就是你生活仪式感的一种体现。 Life is too short to wear boring clothes， 所以老娘们穿上你最珍贵的一套装备，在万圣节大放异彩吧。